为大家推荐一款视频 APP 软件飞熊视频，扫描下方二维码可以下载，参与飞熊视频留言抽奖活动，有机会获得神秘礼品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莫大门，欢迎回到饥荒的第八期。啊，上一期咱们捡到了一堆的好东西，不过就目前来看，咱们的这个家离得有点远呀，要不然咱们另开个基地，这个基地作为咱们的分基地怎么样？这个地方虽然说我不知道东西全不全吧，但是咱们先把这个身上的东西处理一下，往这个箱子里放放，咱们还会回来的。呀，帽子。这个帽子留着回头打 BOSS 用吧。盔甲。哎呀，好吧，咱再砍点树出来吧，把这个再造个箱子，把这个身上的东西全放到箱子里，然后咱们就可以出门再稍微探探险了。因为这个现在东西缺的也不算多也不算少，但是肯定也不够用，对吧？不知道这个岛上有没有蜘蛛巢，如果有蜘蛛的话就再好不过啦，可以做一下捕虫网，晚上还可以在外面这个抓点虫子什么的，对吧？先把箱子做出来。不过今天晚上应该是这些活肯定是干不完了，怎么办呀？咱们先把箱子做出来再说吧。哎呀，老是忘记需要四个木头，这个木头采集要好半天。跑了。哎呦呦呦呦呦！等等，先把火升上，天黑了。哦呦，得，又用了咱们几个木头。哎，不过这个木头用的还行啊，要不然不用的话咱们就被黑暗所吞噬掉了，对不对？竹子也给它挖了吧。啊，直接因为现在背包满了，直接当材料好了，燃料。把火点的旺旺的啊，咱们坏掉了。把火点的旺旺的，咱们还可以采集远一点的东西。鸡蛋烤跟不烤有什么区别吗？哦，好吧，烤掉了之后活得饥饿多一些。我干嘛还要砍木头？啊，好吧，其实怎么着都晚上对吧？没什么事儿干，闲的也是闲的，不如采点木头。反正咱们平时也要用，对吧？东西够了，咱们在这儿建基地，把东西直接吃掉。其实咱们饥饿一点都不缺，啊，这日子过得还是很富裕的。箱子出来了，往上放点吧。突然发现啊，我们这个花环好像快坏掉了。这还可以再建一个。好了。哎呀，这回可以把东西往进放放了哦，舒服多了呀，武器也可以放进去。先拿的这个，算了，就拿这个毒矛吧。这个武器的攻击力比较高，我听说这个饥荒里面有 BOSS 的，所以说咱们回头打 BOSS 的时候再用这个好了。毕竟这个伤害还是高一些，耐久费的又比较快。木头、金子、石块、树枝、衣服。好，这个时候起风了呀。别给我把火吹灭啊，晚上就靠这个火了。马上就要白天了，咱们看看白天可不可以找到蛛网。找到蛛网两个最好呀，两个就可以做捕虫网了。又起风了，我的天。有点黑。别灭，千万别啊！好了，已经到白天了啊，灭不灭都无所谓了。咱们找一下，这一片有沼泽，还有小池塘，不错哟。这样的话，咱们还可以造了我们的渔网之后，就可以在这儿造
钓，不呸，什么渔网啊？造了鱼钩，咱们就可以在这儿钓鱼了。哎，蜘蛛巢穴，可以可以啊，还是个二级的，挺不错。哎，来，给你们钢。哎呀，哎呀，这样子好像有点疼呀。哎，一个。哎嘿嘿嘿，哎，别给我把网刮跑，这个网太轻了。哎，又两个。这次人品不错啊，直接打出来了四个。嗯，挺好。血其实咱们回饥饿的时候自然就把这个血回回来了，所以说血我不用刻意的去补。好，好啦，咱们现在可以造个绳子，把网子造出来。小树枝，啊，这个岛上物资还是比较全的，至少一上来我就看到了这个二级的这个蜘蛛巢穴。咱们把东西移一下吧，直接砸了吧。哎，算了啊，这些东西回来再弄吧，咱们先出去探点险。正好现在刮着风，你说我砸了之后再被风吹跑了，是不是那不就得不偿失了，对吧？嗯，我们往什么地方，门口还有一个这个虾的巢穴，大龙虾的巢穴。这样的话好消息，哎，下开雨了，没事，我不怕，有雨伞呢。我就喜欢下着雨的时候在海上航行，毕竟在地上也没什么事儿可以干，对吧？船灯，这两袋，哎，金币金币，别给我把这个刮海里了。哎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老虎机。哎，这东西怎么用？那要用金币吗？金币可以放进去直接玩。哇，金子，哇，步行手杖，哇，金子，好，给好多好东西。我看这个东西带上之后是不是可以让你的这个行走速度变快，对吧？哎，真的快好多，这个东西好棒啊。不行，我得再，正好刚刚咱们把那个金币忘了放进去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还有食物，就是牛肉干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上面明明显示的是胡萝卜，出来的是牛肉干？咱们要不然把那个家建到这个岛上，或者刚刚那个小池塘。又是金子呀，哇，给了一套，给了刚刚那一套的装备，这下咱们发达了。我们直接在这个地方造个箱子吧，在这个地方造个箱子，咱们捡到的什么东西就可以直接丢进去了，对吧？哎呀，没事没事，我再给你种上。OK， 直接扔到旁边，然后我们开始把这个好东西往进放一放。树种也没什么用啊！我去，等我的箱子，不要这样呀，我的箱子，我，哎，我的屁股，我的小树，好吧，你赢，你赢了行吗？这充分又证实了一个事情，人品守恒定律啊。啊，有时候人品并不一直那么好，对不对？这个人品好到上天都看不过去了啊。这你让我怎么航行？这箱子没了，现在又下着雨啊。啊，反正装备也不会被刮走，对吧？装备这么沉啊，我有，靠，算了，我们等白天再过来好了。咱们先去逮一下这个需要逮的那个深海，那叫什么？就是深海发光的那个生物啊。至少咱们知道这个地方有好东西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的天！哎。
般发光生物都会在深海区域，靠着岸边走肯定这个走不到深海。哎，这个地方是什么？树都长到水里了耶，好大的树。顺着风咱们找一下深海区域，然后马上就要天黑了，天黑了就可以看到这个发光的小虫子了。哎，今天还是个月圆夜，这样的话我们连灯都省了，直接去找就可以了。不知道下着雨的时候这些那个小家伙会不会出来，会不会出来指引我们，给咱们照亮。刮风下雨的，海面不太平静，这么多海带啊，你说不踩就觉得浪费。有一点不好的地方呢，就是这里面的饥荒里面所有的屋子都没有屋顶，也就是说下雨的时候都会漏。这边有个火药桶，速度好快呀。又找到了一个小岛，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，过来看一眼啊。哎呀，晚上你们也不休息啊。我什么都没干，你们回去吧。杀人蜂的巢穴原来是，咱们看一下咱们一共探了多少地方了。哇，离家是越来越远，我觉得咱们回不去了。我的潮湿值还在一直涨，白天说什么咱们也得找个地方把这个水跟水都吹干了。难道航行的时候雨伞不好用吗？打着雨伞我的这个潮湿值还一直上涨的这么快。光发光的东西在哪呢？这些海洋生物也是，咱们需要的时候吧它不出现，不需要的时候呢它就出现在咱们面前了。这边应该是深海了对吧，看一下这边有没有。啊，好吧好吧，原来是我这个开船不小心导致这个，哎，气泡，算了，太不早，现在下着雨呢。记个大概位置，在这个区域呢。咱们稍微晚点啊，等不下雨了之后再回来探。完了，我们的这个精神值一直在下降。哎呀，这不手残吗，老碰上这个浪。完了还是没有找到那个发光的海洋生物，咱们先找个小岛把身上烤干。喂，要求不高，先让我烤干。呜，这个潮涨的好凶啊，都基本上把岛给吞了。哎哎呦，这有啥，先烤一会儿，把树看看吧，闲着也是闲着。巨好滑，嘿呀呵，原来下雨天，哎呀，我去，原来下雨了之后导致是，哎呦，这个斧子抓不住啊，手滑斧子滑，哎呦，我还就不信了，哼，下雨天了，这个斧子变滑了还不好砍。把身上的这些水都烤干，太影响了。没有锅，咱们只能直接这样吃烤海带了。哎，味道还行吧。椰子可以留下来了，快快快，这个潮湿度赶紧下降。咱们这又是来了什么地方？哇！哎，今天白天的话，感觉这个天气好像还可以啊，也就是说咱们可以暂时啊找刚刚咱们在晚上看见的那个气泡去了，对不对？快点，潮湿度赶紧下去。
好了。破嘴锄、石砖块，这些东西咱们好像没什么太大用。这个白天不知道这个地方有没有草地啊？这个咱们还差两朵花就可以做个新花环了。哎呀，好，这就是个小岛，好坑爹！哎呦，有二师兄哟，果然没有草地，哼，好小的一个岛。算了，咱们去找那个。我的帽子已经坏掉了呀，这个我的精神值还在下降，赶紧上船，咱们去找刚刚的那个气泡，没准那个气泡那边还有好东西，对不对？然后其实咱们探不探都可以啊，现在可以回到那个老虎机的位置去玩那个老虎机了，再怎么着都是回去。哎，聪明的羊，加十级，涨五十的这个，涨五十的精神值，聪明豆。哎呀，好东西哦！哎呀，怎么手这么残呢？老被水碰到。我记得刚刚这个地方有在哪儿来着？我记得旁边有一群海豚啊，哎呀，怎么老被水，哎呦，气死我了。在什么地方啊？那个泡泡呢？在海上老是被水打到，这太让人郁闷了。哎，你看这个浪，这是防不胜防，没有一丝丝防备。哎，就是应该在这附近啊，刚刚就是在这儿呀。对呀，好吧，估计是因为咱们离开了这个地方，气泡就消失了，看来这是随机的呀。但是刚刚那个下雨天下着雨啊，咱们怎么找气泡，对不对？还掉着冰雹，得今天晚上还是不要想啊，想出海啦，我的这个精神值一直在掉。我也是醉了，我顺着它去，不是我顺着它，怎么还能长潮湿度呢？啊，咱们上来直接把身上烤干再说吧。又好滑，我的天！我的精神值下降到已经出现幻觉了，直接把这个聪明豆吃掉吧。见到有个东西可以采集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好空啊，什么玩意儿都没有啊！赶紧把身上烤干。嗨，这个老是被水砸的，我也是醉了。快烤干，烤干！这一天咱们什么都没干呀，真是生生的浪费了时间，浪费了生命。咱们要不要再探一下呀？把这个。看一下咱们能造火把吗？可以的，我们把身上的这个水烤一烤。其实我本来就是为了采集海洋生物才走那么远的。哎，话说今天晚上月圆啊，不出去岂不是太浪费了吗？我们烤干了，烤干了我们就出去。好，走喽，出发，给点面子哟，让我找到好不好？我这辛辛苦苦出来一趟多不容易啊，这个船已经让咱们已经弄出一条裂缝了，发光发光，你倒是明显一点让我看到呀，我的船快坚持不住了，我的天，一般都在深海区，这次咱们小心点啊。咱们现在往回走吧，这个船估计坚持不了太久，找得到就算，找不到就去玩会儿这个老虎机，咱们那个采点材料把基地造出来，造到这个旁边的那个小岛上，老虎机旁边那个啊。哎呀，
离海岸太近的话，肯定是不会有这个发光的海洋生物。晚上真安静，今天晚上风平浪静，什么事儿都没发生。其实我现在比较着急的是回家这个问题，比较在意这个。这边有金矿可以采，不着急。哎，气泡，哎，可算是让我找到了。这边，哎，这里也有个气泡。我去，爸，前面是雾呀，你确定？我直接被气泡带到了雾里。我去，还一上来就被海浪拍了一下，气泡呢？这不是坑我们吗？啊，这不是坑我吗？哎，哎，不过离家好近了啊，离我们那个家好近了。咱们是从这里出，哎呦，这个也太坑了吧！这个气泡，我们跟随着气泡真的是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啊，只不过这个世界。在咱们所认知的那个世界的范围内啊，哦，好坑呀，啊，这个气泡，得，不要想什么气泡，哎，啊，我，我就想回个家，我在这屋里来来回回走半天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我的船要沉了。我得在海上直接，我靠，又被拍了一下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其实我要赶紧回家，坚持住，亲，我的精神值，我去，我要疯了，啊，赶紧回家，我要回家，家在哪儿？我已经听到有人窃窃私语的声音了，我听到了有人在呼唤我。啊，我们不要再贪了啊，不要再想什么气泡啊，什么海洋生物了。老老实实回家吧。从目前来看，我感觉我快不行了。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灰暗了。我们的船的耐久已经不行了。哎呀，给我吃的我不要啊！我，哎，花是要的。哎，好多花，快点，我花还。花环，赶紧把花环造出来！哎呀，带上花，补点精神值。哎呀，今天花，我的世界的颜色好像又变回来了，稍微正常一点了。我这边好多吃的呀，把这些花都采集掉。哎，虽然说还是不怎么样，但是好多了呀。这边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再过来看。听说那个东西要掉精神值，我的精神值也不高。木头才能烤干身上的水。哎，反正咱们已经离家不远了，这是一个好消息，这是一个让人兴奋的消息。这里有个长满草的玩意儿，还有什么？哎，独奏乐器。等会儿再见。我估计走到这个附近要掉精神值的哈。把这棵树砍掉吧，砍掉生个火，咱把身上的火那个水烤干。这东西是什么呀？这东西肯定要啊，但是先点火。地上好多东西都可以吃呀。这边有这么多东西，还有这么多草，来，
点上。哇，好亮堂，好温暖。把这些东西都吃掉吧。呀，还剩一个，这个也长精神值树种，当燃料添加了吧。长满草的玩意儿，我估计这个东西跟龙珠一样啊，收集齐七个了之后，我们可以召唤神龙或者什么玩意儿的啊，反正我猜的啊。独奏乐器，这是干嘛的？还可以装备嘿。尽管我知道这个东西肯定是可以吹呀、啊，干什么的，会发出声响。哎，这些吃的不捡，感觉好浪费啊！这么多一地啊，满山遍野的好吃的，少捡点吧，要不然放的时间长了之后会放坏的。好了，回头再捡，咱们先去回家，然后把那个去老虎机的地方吧。这个地方虽然食物很多，但是不是咱们想待的地方。船还在下沉，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住啊。我发现在海上这个一去航行，这个潮湿度就在涨，我估计是因为船快不行了，漏水，对吧？一定是这样的。今天晚上用打火把吗？用，不用的话好黑啊。哎呀，我们的船快不行了，小伙子，你要坚持住！我知道你的船快不行了，老虎机家，咱们直接从这儿顺着往上走。坚持住啊，亲！不要再采集什么没有用的东西了，先回家。然后把这个肉吃了吧，造个火吧。哎呀，有点暗啊。来，这个灯怎么也是快寿终正寝了，咱们就这样吧，无所谓了。这个是咱们的第一个箱子，第二个箱子在这边。把帽子装备上的话，应该是会长一些。哎呀，还没有木头，找一些精神值啊。会木头不够呀，这个石头有，这咱们怎么砍树呀？这样吧，嘿，嘿，点了，好，砍树，快砍快砍。哎呀，不要这个，点 OK。 这边，哎呦天哪，咱们这过得可真是够节俭的。哎，这些东西都先放在这儿吧，生个萤火。哎呦，我们的火把可以收起来了。哎哎哎哎，别这样呀，我才刚生的火，我才刚生的火，别这样啊，别给我吹灭啊。别吹我的风啊，我给你挡着。晚上吃点红薯什么的，直接烤熟了放包里吧。本来还想出去说是搜刮一些这个海洋生物来着，结果这一整期咱们都没搜刮到。哎，别灭，我坚持住，马上就天亮了。哇，天亮了。哎呀，把这个东西放进去，肯定是收集齐了才可以这个召唤神龙，对吧？身上的材料放下。不，这个咱们再去玩一下。
玩下那个老虎机。OK。啊，不对，修船套件，咱们得拿出来。就这样吧。修复。好，满了。哎呀，这个船又跟新的一样。哎呀，这一天真够坎坷的。咱们现在的潮湿度一直在下降啊。这个附近的沙滩也不是很少，采集一些这个贝壳，我们可以直接坐上那个叫什么来着，装甲船。好，咱们在这个地方把这剩下的这几个钢镚玩了，食物，好东西。再看看还有什么好东西。这下咱们的装备不缺了，装备可以随便用了，对不对？人品好，哇，还出骨架呀、啊，这个。出了个锤子，出了个骨架，你正好就是让我敲掉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好人性化的设计啊！哎，这个装备一套一套的出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我决定了，我要把那个钢灯从另外一个家里面拿过来，全都玩这个。还有两个，给我出个神器吧！又是食物啊！大便，你去，这东西你叫食物、哦。啊，算了，大便可以当肥料。嗯，我很好奇那个骷髅头是什么东西，一直没有甩到过。难道也是骨头架子吗？好，这下咱们不缺骨片了啊，这些东西咱们就可以直接抢回家了。好，锤子我不要啊，我也不着急要，我们把这个皇冠跟武器带回家。这次咱们的任务呢，就算是圆满成功，对不对？虽然感觉这一期过得挺坎坷的吧，感觉蛮惨的。啊，咱们直接就在家这个造个临时基地好了。这意思又要下雨，看，钓鱼点了。咱们趁它下雨前，咱们这期时间呢也不短了，我们成功的作为海盗。别，我还没说完，火哎就灭了，好吧，啊没关系啊，黑灯瞎火我们一样可以说这个结束语。哇，这期的视频已经不短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